你的头发盖在雪镜上，真的又卡死了。没关系啊，今天的雪是还好。拉的，因为我额头很冷，然后我刚一直。没关系啊，你就不用动啊，不然等一下也是冷。你那里有一个大洞，滑的时候就会冷的。对啊，是我刚才拉帽子啊。没，还是没拉成。哎咻，嘿咻。大家都坐右边的，中间的生意不好，上面的生意也不好。好多了，你帽子怎么扣啊？没有，还没扣。嗯，松开很拉。嗯，你现在拉的有保暖的。还要鼓掌，但是他们这些人啊，是没有名牌的，我没看到名牌。你怎么了？我快要滑倒。对啊，因为你的方向是朝山下穿。你呢？好。慢得上，也是不撞脚的。时间还是好多。嗯，每天都有。没有办法说我要学 snowboard， 他又不规定只学实体。好像学校，这该不会是学校体育课吧？据说体育课只教实体。我鼻子被压扁，我这样露出来吗？没有，不过你的帽子外一边就是了。这样帮我瞧一下。不用，没关系，是眼镜外一边，不是帽子外一边。就是看起来没对准，不过管他了。
正可以去滑滑其他的吗？就要去啦，我们就是要去啦。我是说你会不会不开心？不会啊，我滑哪里都可以啊。我就是不想一直重复。嗯吗？这个滑一小时，那个滑一小时，那个滑一小时，这样就好。嗯吗？那就高天原滑个两次好了。你看那个雪的声音是叽里咔啦的，是重的雪。它没有那么容易化。嗯，是不会化啊，毕竟温度已经够低了。只是它比较不像是雪，就那个重量感真的跟早上窗户看到的是一样的，滴滴答答。但是我看到窗户圆是那种雪花那种泡泡像棉花那一种，早上是那种，看到窗圆。嗯，欸，上半部其实还是雾的，啊，我们是前面看到那里下吗？对啊，是啊，还是那是他们的站，他们的站在这边，我们站在上面。他们站在哪边？我也看不到。前面呢，啊，那个树旁边就是啊，有人出来的橘色网子就是啊，因为他们的出口，所以用橘色网子保护，避免上面有人冲下来。哦，对啊，哦，我们就是眼睛看得到，不要太高。吓死我了！不会啦，今天的雪感不一样啊。今天就是正常的感觉。那个人非常的孤单。你说那个刚滑到这边吗？坐这个。好，坐车的。哎呦，还是有化成水，那我裤子会。一点点。我大腿那么热吗？嗯，我们都很热。这些人是要让他重插充电吗？嗯，我刚看了，你已经是充电状态，不用了。对，你是插头。这次他的表现不错啊，都是插头。你的都没有这个问题啊。我也不知道哎。我是说你的这个。什么问题？这尾巴不会变短。我一直都没去看它，现在一看还是一样。哎，追上来的人的声音，就觉得突然间有声音。这是高级版的。是吗？哦，他们有穿背心。我的声音。是我的吧？哔，但是却又是你的。他怎么了？要看后面吗？不知道啊，我在按开啊。嗯，啊，你转到头来我看。对啊，就很奇怪，我把它关机好。不关机耶。他们好快。他死大了。超车好多。他连萤幕也没有，现在我看萤幕这边。对啊，萤幕也不理我，就是不理我。我帮你把插头拔下来，我觉得它宕机，然后转过来我这边，硬要它关机，它也不关。等下拔电池好了。好，等一下要处理哦。你先把插头插回去好不好？插头，我觉得它在那边不太好，那个湿湿的。不会湿了，插回去。那拔下来，重开它。你还称赞它，然后它就把它换一下。因为今天比较冷嘛。唉，到那四个人的地方。今日风向固定，由左往右吹。觉得左边的眼睛比较亮。我记得我们曾经有走这一条冲出来过，这里有左边有个联络道，但是我不记得这条是哪上面哪里接过来的。绿的吧，上面还有条绿的。上面还有条绿的是绕更远的。对啊，绕比红线还远的路，所以我有点想记不起来这一道是哪来的。还是上面黑线有个地方偷绕跑出来的，嗯，没看到呢，
啊，是在上面。嗯，找不到。很小。安静点，地很安静。哎、欸，那就在这就好了。靠右还是靠左？靠左。在这里弄。好了。够、嗯、不够憋啊？够了啦。我就在这吧，搓一下。我看，嗯，帮我踩一踩，不用吗？不听话的家伙。嗯、好，很好。那我看他一下啊。你就莫名其妙往上倒。你插头插一下再放回去啊。插好了。我已经把电池 reset 它了。那现在。现在我先看着它。啊、哦，充电灯也亮了，开。嗯，不理我哎，是这样。有，这次才有反应。好了，开始录了，而且是充电灯，哎、欸，充电灯突然变不见了。好，先不管。下一次坐缆车的时候检查充电灯，然后镜头检查，完全没问题。好，走。这次切去森林吧。赶紧走。大概下到一半的时候就会看到过去的路了。是前面就是了，切一下，切一下。好了吗？好不了。好了吗？好了。好。对啊，对啊，这刮得出来了，是可以刮得出来，但是因为这里人少，没有人帮你把雪刮一刮，烧鹅山就会好一点。啊，我们继续去吧。高天原人比较多，应该也比较好一点。还要再？对啊。
该是啊，不至于紧张吧？虽然是小硬硬，没死的硬，但是刮得开的面条屑。哎呀，用杖试试看就知道，还是没有昨天那么恐怖。也不是恐怖，就是最让人觉得夸张，声音不好听。此生第一次碰到的刮不开的面条屑。真是，但是啊，你如果一样是冰面啊，你觉得是面条那种比较好杀，还是没有面条的比较好杀？都不好杀、啊。都结冰的状况下，答案是面条比较好杀，因为面，摩擦力是依照接触面积来看的，面积越小，摩擦力可以变更大。所以你整个面的话你切不下去，但是如果它是这种凹凸的话，凸起来的地方被你板子硬压，对对对，所以整体上来讲还是比较好。后世没有什么教练在教这里，这里主要是不好集合吧，切过来跟带走都要费力气。Family 的话就是你就一整班学生说好，接下来我们上缆车喽，跟着我，那后面大部分都跟得上，跟得过来。这边的话是说，那我们去上缆车喽，切过去，然后一大堆人推半天。欸，等一下我们下去过去的时候，你就会看到会不会路上有很多人在那边推。对啊，努力冲哦，这里过去没有再滑了。路在哪？路是这里吗？不是，是啊，这里啊，往右啊。哦，我说这里不滑吗？这里要滑吗？冲过去不要减速哦，冲！不用啊，现在啊，我刚刚已经帮你 reset 了啦，冲哦，冲哦！对啊，看来这里左半边馒头区没人在做馒头，然后右半边我们等一下会滑右半边滑一次，然后就去到这个唯一会动的缆车吧。前面要往左冲很远，对啊，中间要是切得过去可以试试看切过去，但是我怀疑有被那个拦住了。有啊，学生很多帮你把雪弄好一点，这个雪道应该不会太难听。
好，走，那走这里。过得去，前面要往右刹过去，要往右加速过去。欸，餐厅在这，路口在这，要树林的背后绕过去。嗯，好吧。要吗？好，想起这个路口了吗？所以我知道一定要走右边啊，走左边的话你绝对要追更远。我就是记得这样，所以要先切这个。老师也不会把它带到少的山了。嗯，对，如果不论价钱的话，我觉得。老师都是高天远后一只的。这里比较便宜。高天远。对啊，少儿山只有在那种几十周年之后才会便宜。没有，好像有看过学生在少儿山练习。而且啊，你带去，如果他少儿山不宽。嗯，少儿山，我想一下。它没有这么宽。从头到尾绿，对，不够宽。而且你不能一开始就带他上缆车，太高了。啊？太高。一开始如果你要从最初接教，一开始还是只能教爬上坡、跟摔倒起身什么的，那些你就在旅馆出来旁边待着，站在那里就可以教了。呵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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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有危险啊！你要放爸吗？不用，我只是让我有个安全感。是前面有问题还是后面有问题？这拉道蛮高的呢。对啊，这台会有问题的话，就是我们不是有印象吗？一大堆人 V 字杀的那个地方。对啊。然后再转弯。怎么一堆人从那边来？我相信现在那里馒头也没什么好玩的，馒头。软馒头跟硬馒头，就算要玩，也是玩软馒头好一点啊。硬馒头摔下去很痛。你看很多人走，哦不，靠！好了好了，我还是放下。好了。你说体的几率蛮高的。对啊。这样就有安全感了。有啊，有雪板班，而且是穿背心的，橘色背心，他们都是橘色背心。这恐怕讲解就要讲十分钟哎，十分钟不止吧？对啊，先教穿鞋、脱鞋、摆板子，还有怎么爬起来，然后穿上去之后说你再给我绑起来，再给我脱下来。因为他们要手指精细，所以他们都得做那种两层式的，风向一样是从左往右。
颗粒感，声音很大。GoPro 安全，雪镜都很好。我们身上就是这些，好像那个小小宝丽龙颗粒这样跳啊跳的。哦，现在速度很快啊，咦，全速前进。对啊，你看我们做的这种是有变速盘的、啊。看那个机关，现在是夹。有草哎，这边这么高了还有草。是啊。嗯，我觉得我今天下午就可以穿冬层。你想要穿先生？现在還，现在我可以故意滑累一点，就我能热平衡。这些树。是雪也蛮深的啊，但是草也很多啊，是草长得太高还是怎样？我也觉得他们很可爱，好像撒了糖粉。七七，而且积的这些深度就是昨天才开始积的。你说叶子上的吗？对啊，前天应该厚度就是那个下雪三公分，就这样，还可以，绿绿的。下去以后有往左往右，往右就是那个刹车坡，往左的话就是这个切，不下来的话是绿，下来的话就是馒头的地方。那我们走右边好了，我们应该有办法。右转。对，右转。以前累的话，我就说走左边，走左边。上面雾雾的呢。左上方应该是那个不是吗？东莞山吗？有人趁机倒跑回去。那边好像是要有围上坡才回得了范围里。对啊。我也说是东莞山的。对啊，就差那么一个高度就可以去中央区了。那今天有围起来吗？其实这边直直下去就可以去那个。对啊，有人走那边的。那是红线。哎，他还写绿线，真的可以绿吗？有哎、欸，要吗？这样，这里滑一次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去中间了，我们不用走西管山那条路了。赞哦！哎、欸，他拿两个棒棒，这个是聪明的人哦。哎、欸，不对，我说错了。Spring ball 吗？这不是 Spring ball， 这是拿雪板滑 ski。拿雪板滑 ski 啊，它是直排的啊，对啊，这样保证是平行的，也是一种练习哦，我觉得。你停得下来吗？停得下来是啊，但是就很重。停得下来就不会紧张啊。那不是紧张的问题，是觉得我的板子要被刮坏。没有，这种颗粒对板子来讲是不会刮坏的，石头才会。我看一下。啊？我
我怎么下都看看不到，看不到，看不到。你小心不要摔到，好的很啊，平平的。你那上面应该只有一个上一次碰到石头的刮痕。好啦，那就是滑这一道，然后最下面的话跟刚刚一样，靠回去。对，一样的。要拍一张照片吗？嗯，有道理耶，有道理。来，烧鹅山。好，那你我先到你家那边去，不然没有办法。我想拍那个影片，记录一下。我讲一下，我今天不上班。Messing 回来了，啊 ？Messing 回来了。他回家还是去度假？没有，他打卡上班了。然后下一个就我的讯息，我说今天我不上班。好了，我跟你啊，用你的点点赞，啾啾下去。没有，不用强求，随便你，有余力就点，没余力就用刹车的。你因为你这里比较害怕，所以你比较偏向后面。我偏后面，我很拉很长了哎。没有，你刹的那一下往后，然后接着才这样。不过没关系啦，因为这里声音那么大，难免啊，不强求。这一段可以，你再试一次。这一段你的姿势就会比较好的。不要太下面哦，下面就要记得往左切哦。对啊，这里就很轻松了。这姿势就很好。
对啊，所以是紧张跟不紧张的差别。没差，就养成习惯这样。让你上半身就会好一些了。我大概知道你觉得自己说，你觉得点照姿势很丑的原因了，因为我后来仔细看，我屁股是翘的、啊。你屁股没有翘，你屁股完全没有翘，你是要点的那一瞬间，身体会才会稍微往前仰，一点点才会一点点这样。但是你还没点之前，你是平的。然后等到你真正习惯、真正重心放前的话，不管你有没有点出去，上半身都是在这里。对，但是那只是结果论，然后你现在都不要管这些，你就去点就对了。对，点久了就突然会了。那也是很节省，只有左最边、最右边跟最左边的有开，然后下面这个就不用开了。我这边就可以。超过他，或者那个先过来。嗯，他教学就开那样，除非他来的班级更多，他才会开刚刚。就两个波让他们教。人一个反差。没有，本来就要过去中间啊。只是我之前烦恼的是说，高天元那里爬爬爬很累，然后吸管上又都是土那一个地方。我本来烦恼是这件事，那现在这边可以直接切过去，那些路都很顺啊，就绿线一路冲掉了。而且才10点，还没有吃午饭。那这里再多滑几次，我也觉得没有很好玩的、欸。那我想一下，就去东马山了。就去啊。这样，你看他屁股多顶，他屁股很厚凸，嗯、对。但是我也觉得我姿势是这样翘屁股、啊、OK 的 ，OK 的。真的吗？真的真的，这样子的姿势比这样姿势比那样子看得出来，你这样子是进步一级，头朝后面是上一级，看得出来，看得出来程度到哪。这个，你差不多就是这样。它是那个脚并起来的。对，这是脚并起来的那个。但是它这样子的话是强迫练重心哦。它现在姿势是对的，但是它刚刚要停的时候是错的。就又往山趴了。对，就趴了。重点还是上半身有没有朝山下，就这样一个。慢得很慢，好了。东莞山也要滑蛮远的，我是说你不记得它是可以拿棒棒一直走很远吗？对啊，我们从如果从四小屋出发的时候，
中间一路要吐很远。对啊。嘿，小，嘿小，要再左边一点。哎，没有啊，它直接就这条路哎。对啊。拍什么 ？Check in 啊！哦 ，Check in 啊！都滑这么多了，那现在是发福品啊！主要是要写发福品啊！哎呀，我是东莞山啊。
该到底赚钱？看他让我签谁？看他，看他你说哪个？签员什么都可以，随便我签。他不是写距离吗？距离最。都晚上还是发补品。因为等一下下半部滑的就是发补品，我建议你选发补品。这里是东莞山，但是再过五十公尺就发补品。对呀、啊。没有签，今天滑那么远的路，高铁签。我可以把轨迹弄出来给你啊。喜欢去前面是拍照点，都是雾的。你记得之前我们会在这里拍照吗？对啊，对啊，这就是东莞山下来的红线，然后我们之前会在这里拍个照的。现在都雾的，什么都没有。好啦，继续。记得这里吗？我以为路在那了，不是，这里就是往右冲，接着那里就是那个贡多拉嘛。嗯，这里就是有很多人大刹车的地方。哦，就草很多呢。对对对对走这边，右边去广东啦，左边是继续，就是这样子一直之字形的下去。啊？怎样？你说什么？巡山会很无聊吗？什么叫巡山很无聊？就是在巡山啊。不会啊，我就一直用我那个刹车刹、啊。这里你就要小心了，一团混乱啊！你可以走雪厚的地方下去，对你来讲比较好刹。你也可以走左边下去。那边比较薄，声音比较大，但是那边比较平。你接下来我再跟你走这边比较舒服，对不对？因为这里雪比较厚。
来到了花府坪旅馆区。旅馆区，你看那一整排旅馆都是啊。对啊。别再过去了啦，不要再过去了啦。这里可以，这里完全可以做钢边滑行的，你可以试试看。你说什么？不不不不不不不，你就不要管什么，你就做大弯，你跟我一模一样的弯就好了，一模一样，跟着我，先直下喽，来准备。出发了，要跟我一模一样的路线啊！可以啊，所以我才说我在你前面，你在后面，你要完全跟我的轨迹啊一模一样。再试一次啊！啊？你说什么？强人所难。那，你不要特别做什么姿势，你只要踩好这只脚就好了，不要特别。现在不是左脚啊？啊？对啊，是左脚，现在是踩左脚。你就跟我一样，一只脚踩得很稳，然后慢下来，接着换脚，然后你就跟着我一样的轨迹就好了。好，一模一样，放开喽。那种速度应该没有很快吧？没有，完全是你可以的速度啊，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做跟我一模一样的轨迹啊。对啊，然后也不用特别做什么姿势，脚踩对就可以了。那等一下我们就一直这样滑下去哦。这样有钢边吗？这样没有钢边，但是这样子重心理论上可以比较对。你跟我的轨迹一模一样的话，理论上你的重心就要调成跟我接近一样。我刚刚没有用实钢边，因为我知道。我用石钢边，我会用两倍的速度滑，你应该会跟不上。好，那就再开始。还不走，还不走。嗯，还是说问题是在于你的速度太慢，会比我慢一点，所以最后就渐渐放远了。我大概知道问题在哪了，所以跟不上。好，没关系啦，但是轨迹一样的。我有跟啊。对啊，对啊。好。好，那接下来随便滑吧。在这里你就做大 S。你有可能踩上我的板吗？啊？你要踩板看我的板。你说你鞋子多大？要调啊。鞋子还是比我大，我觉得。要调。那就算了，那就算了。
对啊，好啦，那现在我跟你，你做大 S 弯，对啊，就跟刚那种感觉一样，用你的速度做就好了。不够快，开始转下个弯了。啊，下个弯，下个弯，太慢了。好，直下三秒钟，再弯，直直直直直，诶，直久一点，两下，三下，好，弯，哎，对，好啦，不能再练了，变陡了，前面就是那个陡坡了。好吧，走了。好像走错了、欸啊、奇怪，不是应该在左边吗？那现在先冲去餐厅看吗？有没有太早？看一下几点好了。十点多，先看他有没有开。10:25，但是去的话就……那我们现在只有吸管山缆车可以坐啊，不是缆车，是 lift。那我们就再继续滑喽。好，前面超过这个站右转冲。你要走西港站。对，那个 lift。今天有人在这里集训了、餐厅的选择有一这里，二东莞山顶，但是有点贵，三就是高天远。这
做0.3，我不是。我放下，小心头。哦靠！剁到自己大腿。下面积雪深度，往上一公分。OK 吗？可以啊。嗯呐、啊。嗯，我今天一路都在小点小刹车。我在巡视雪场。欸，这也不是随随便便的，就是如果你从头到尾都认真的在那边点点点的话，你的刹车技术应该进步了，尤其是这种刹刹刹车，刹刹刹，没在点的。那你刹的还好吗？还好。你没有很那个吗？还好吧。我不知道，那等一下你前面我后面好了。这是一个开的雪道。但是有开吗？没开，没开。他们在用，就只有他们可以用。哦，你看这个小脚印，嗯，很深哎、欸，不见了。有啊，在这里啊，还在走啊。我是说有点被雪隐藏一半。哦，他们也没有滑着。对，被这被挡起来了。叮咚。好啦，有土的是那个上半部。我想我要把我的雪镜擦一擦。你看，我的时候上面是的。没有啊，我从里面看是湿的。哦，所以你起雾了。它这里在量时间呢、欸，它就是固定距离量时间。看它这样滑得多快。这个就是往左边直冲，然后右半边你曾经陷进去的地方，我也就摔倒了。对啊，陷进深雪里，找不到板，比较惨。今天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。没这种雪，没有雪了，没有软的了。叮咚，很软。那个就是那个最难到达的大湖平山，对，最难到达的旅馆在那里。好酷，我知道这边都是积雪场，他们背的背包应该就是增加重量啊，他们随身携带，我闻到烟味了。你说什么？你摔是摔在那边。好啊。上面你看都还是雪不够多。上一次裂开的就是那边。你擦，那我再把雪鞋再弄紧一点。我就是好像又雾了，好奇怪啊！
你呼气的地方照进去了啦。帮我擦一下。那你的面罩要口罩面罩的问题，戴上去的时候，先把面罩往外移，还有你的头发要收一下，收进帽子里。这里是粉的。我看一下我公司的 APP， 有人要找你吗？不会有的。你戴在面罩上啊，你戴上去的时候先把它推远一点啦，然后头发也要推开啊。头发已经推开。嗯，我看到是推开的，但是你的。那你要不要把帽子收起来？你的帽子的左边跟右边是在雪镜里面。但是不罩着我额头会冷啊。就矛盾啊。啊？看好了吗？就有人按了一些表情符号这样。有吗？可以啊，你可以就可以啊，就跟昨天一模一样的路线。昨天没有走这。有啊，昨天有这啊，我们昨天从那边过来的，直直往前冲啊。没有声音了，这里。往那边。有啊，肯定有啊。没有啊。有啦，直直冲。昨天，哦，第一天啊。应该是昨天吧。哦，第一天，那里有人摔倒，差了两个板子。すみません、スキー大会のトレーニング中で、はい、あのネットの向こうに、はい、渡ると下まで降りれますので、はい、はい、あそこは大丈夫ですか？あちら、ネットの高層バザネット、はい、あのネットの左、うん、ネットの、うん、左側に、はい、はい、今通れます、通れますか？どうぞ、はい、進往直去。好啦，只有这段可以滑。
好啊，你前面，我后面。可以啊，这是怎么样？还 OK 了 ，OK。真的吗？真的。不行，你要跟我讲，不要让我很丑。我现在我的姿势是这样。对，你以为是这样，但是后面看起来是一个还不错的姿势。超丑的，你确定？我现在横着给你看，是这样。你以为是这样，但是你没有做到这样。你如果有做到这样，你的姿势就很标准，你知道吗？我拍一张照，我看有多粗。不是这样吗？不然我先下去在旁边，然后我走从侧面看你。但是我好像没办法对准说你刚好点账的瞬间嘞。你接近。哇，好吧，走了。好像我们有点挡路。对啊，走了。是后面有个人下来。没有啦，他是寻的人啦，你就走吧。这段路想起来了吗？啊？对啊。哎，等一下滑哪里？暂停。等一下怎么办？去滑加恩特吗？哦，好看啊。那走对准两个河流注意的中间。冲过去，看能冲多远，接下来就要用法的。现在就要冲啊！这样速度还不够嘞。有开欸，有开，我差只做中午吧。他挂了四节车，台中市。我们第一天做就是这样啊。我想起来，我们第一天为了买东西，所以就冲过来了。所以是第一天有，刚刚我们滑的第一天有滑过啊。我真的觉得西山那个餐厅那个比较看。什么叫西山餐厅？大哥，有个缆车的旁边。那就吃它吧，还不如开。哎呀 ，Apple Pie 加午餐。我要直接走过去还是？都可以啊，反正要踩上板子才能上缆车。
怎么了？掉了。嗯，不够紧。我觉得我今天又发生一模一样的状况哎，滑一滑之后觉得鞋子根本就是松的。对啊。你不是本来就是说滑一滑可以再加？就是因为滑一滑就不够紧了，就滑着滑着又要再加一个。换就换，很麻烦你，抓好啊！我昨天看他们好像这边也隔一半，说一半教学区，但是有人停在中间，我觉得应该今天没有什么教学区问题吧。一定有的啦，一定有吧。好像很多雪嘞。怎么觉得很多雪？这个家伙滑得很快耶。现在正在滑的，就唯一一个。哦哈。它切很开欸，三个弯就下来了。那我在算时间的吗？那是他老师。嗯，这是在把人拖走吗？不会吧？那不像是人啊。如果是的话，就已经完蛋了。他被包起来了。对呀、啊，我把这个放下好了，小心头。你要拍照还是什么？没有。上一次来家人是关推出的。这次看起来好像还好。我刚刚还以为雪很多，但其实只是被他们很会刮而已。那边是棒棒。会不会里面真的有？应该不至于。上次我好像来这边，真的有人被带走。嗯。但他们感觉是把板子擦也告诉大家这里。不知道一包是什么东西。嗯。这样感觉也没有头露出来，这样也太怪了。对啊，就是一包不知道是什么。应该是说右边禁止滑，哦，右边是草，那左边是也还好。很臭啊！我觉得有三个人。很臭、啊。但是觉得，真的觉得里面没有包人，好奇怪哦。臭啊！很臭、啊。很臭、啊。我还记得休息。啊？如果很冰的话，就不要。他要带走了。他走了。然后他又把一个人的雪具带走，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有三个人，但是他又这样包成这样。太夸张了。头又没露出来，就是。太夸张了。
鞋不够吗？一开始还够的。对，这个什么别的地方来的路不会通。别的地方来的路上面有一条，那头是通的，下面这条是不通的。我们没滑过 Giant 的这个 Z 字形路，但是这个 Z 字形路不知道怎么开，很多人站在上面。看到一个雪板。看就是。他是快摔倒吧，手晃了一下。夸夸夸夸夸夸！吱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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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吱！夸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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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夸！吱吱吱吱吱吱吱！很烦的。隧道啊。超级早的。看有没有急行路过，跟他打招呼。你至少要做到这个练习中，这个有点灰的这个，灰裤子还是整套灰？整套灰那个，对对对对，他是在练习中，对。这个的话就是上半身躲在上面的人，蓝色的，你看得出来他下面那只脚伸得很直，上面那只脚就是脚搭很直这样。这个灰外套的话是快要成功的那种。就是我们这种快要成功、快没成功的啊，为了要转，有车来了，普通的，但是他的头顶有十公分呢，他头顶蛮厚的。又有车来了，啊？是同样这台的声音，这是竞速小子啊。这超强的，哦，超绝。你看他们脚也会抖，对啊，他抖了一下之后就把它收回来，就是上半身强调维持那个态势，其实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说，你碰到任何奇怪的状况，你都可以突然间把脚收回来，都是可以随时应变。那上半身朝山倒啊，我们平常那样子视野可以杀，但是缺点就是不好应变。对啊，就是那种上半身重心朝前那种，是你可以应对360度的变化，然后上半身朝山倒的那种，我们只能应付左右的两个方向的变化，就要不就是努力停下来，就是左右我们已经会那样平衡的，但是没办法转向。这条路绿线的什么池是不是？玩池连池，这里去那边是没什么问题啊，但是回来的话就很累，咳了一声。还有雾吗？还是，今天很奇怪。你看得到我里面的雾吗？看不到。看不大到，但是好像有点。我不知道是鼻子造成还是额头造成。你的额头应该是还好。这个声音在哪里有听过？噔噔噔噔噔噔，我要拉起来了，小心头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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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更上面有一个平台，不知道什么东西。又这个声音。
就东西丢在这。等我一下嘛。嗯。哎，会不会很挡路？有人讲话，只听到对讲机。好，来来来来来，帮你弄。弄什么？弄什么？然后再换这边。要让这个帽子在雪镜以外，然后，好，这样，这样有好。公婆有雪吗？公婆没有。然后，这样，这样，鼻子会露出来，但是今天不至于会冷啊，这样会比较不起雾。好。啊？那我鼻子拉开不行的，我尽量向下吸气。现在可以了吗？你塞回去了。好。走了吗？走啊。好 ，OK 吗？这要点吗？随便你，以你自己安全能下就好。要点比较好。随便你啊。点为什么？点不是很急吗？不急啊，慢慢来也可以。那我要下哦，先往那边下，再往左边下，就会比较 OK 这样。怎样？好像没下多久，已经快到了呢。
没有那个它就是一小撮一小撮，有的时候要去找那个雪堆，你如果接近棒棒那边雪比较多，但是雪少的地方也不至于杀不下来，也没有，也不是冰颗粒，就是雪少了一点点。好多人走进去哦，他生意有那么好吗？嘿啊 ，Aspen 啊 ，Giant 的人都吃这个吗？你有办法吃了吗？就去啊。好啊，那走了。我想尿。对啊，就是吃饭兼尿尿。那雪板要放哪？你还想再滑一次 Giant 吗？还是不想这么累？那就停车停雪上面，缆车站走下去。走下去，然后你还要再滑一次啊？你是说吃饱饭可以啊？吃饱饭那时候饱饱了应该不好吧？哦，对，就停他门口就好了。对，那还是你要现在就好一次。不用啊，有点想尿尿，所以想去尿尿了。哦，对啊，那可以停门口。停门口就好了，抢座位，感觉很多人走进去的感觉。去了，那连脸都看不到。那也包得太妥当了吧？这个外面可以进，我说真的，那个里面真的有。也包得太妥当了吧？哎呦，那是扫把、啊。那我要我帮你刷，你站在那，我帮。那是刷车子的吧？为了让它少一点，少。那是老板哎、欸。那个我觉得是老板嘛。老板出来看热闹。那个是老板，然后现在这个是伙计。你要这边边那个吗？好，关。你要坐里面吗？好